我叫程小兵，我童年的故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我说对了吧？只要前面枪一响，肯定鬼子过来。哥，你太厉害了！你牛！姑娘们，别开！别碰！别开！哎！游击队的时候，就带上我吧。就你还想参加游击队？游击队可不要地主队，我才不是地主队呢。我爹我娘都被鬼子给杀了，我爷爷早都把田地分给你们了。嘘，你等，看你当官的吗？还说没打中，笨蛋，这都打不中，还想参加游击队？当汉奸的翻译还差不多，你才是汉奸的翻译呢！你怎么送？还你裤子！谁拦你啊？你个混蛋！去去去，都别唱！闭上开！我干嘛的？我魏总。
鬼子是我们男人使。哼，你们还男人？行行，不说不说。哎，姐姐吧，你腿脚快，你告诉村里人鬼子进村了，快快。肯定行，程老伯，你带着大娘他们赶快到林子里躲一躲，这里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得护卫他。不去，我已经是男子汉了，还要替去前线抬担架的大人们保护你们呢。哎呀，你这脚皮还拿什么保护我们呢？哦，爷爷奶奶，你们在这块等一下，走，咱们再铺垫去，快，拿篮子，对，走，哎，拿篮子，快，这边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啊。到那边，快！喂，元美路，下面一点。杨狗文，杨狗文，说的是，可能还干你吧，闹心，多个人嘛，好给我，谢谢的，喂，你是谁？哎，Ah!
受伤了，哎，二哥，哇，